硅谷的华人是怎么过春节的。硅谷也有春晚哦，这里是硅谷的春晚载歌载舞的演出现场，多才多艺的硅谷工程师上台大展身手，节目丰富多彩。脱口秀还不忘吐槽湾区的房地产市场，周末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逛 open house 看昂贵的小黑屋，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？周末看 open house， 你也看 open house 是吧？是一个特别 popular 的一个活动。我今年的初一就要在 Las Altos 的 open house 度过了，只不过那个不是小黑屋，是我们一个全新的豪宅，华丽登场，欢庆春节，表演舞蹈向往型的 Q 舞团，由硅谷的美女学霸博士组团，曾登上 NBA 的舞台表演开场舞画卷，大气磅礴，一展中华儿女的风采。还有各种各样的舞蹈、唱歌、相声和小品，大明宫之乐舞，小品最不强大脑，普通 disco， 双簧。他走了。在硅谷，你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？还是春节，春节可能就是中秋节。居然还有人没把春节排第一，为什么中秋节最重要呢？因为我是在中秋节出生的。哦，在硅谷你们是怎么过春节的？然后我们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表演，然后会花一些时间排练或演出，另外其他时间可能就是跟朋友家人在一起，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呀、啊，或者聊聊天啊，然后放松一下，可能会在每个时候跟朋友一起，就是大家每天做一点饭，然后凑一桌局吧。有一些具体是一些小组织的，然后可能大概有一些小游泳会一样的吧。估计也是跟朋友一起吧。啊，挺好的，就会出去玩吗？啊，应该不会。祝大家春节快乐，万事兴隆！记得点赞关注，并转发视频哦。